但是猜那个什么比例在哪里？按下去啦，按，我可以按了，我按到肚子，忘记改标题了，忘记改标题，我先遮一下，我快好了，一下我忘记开聊天室，按下去啦。八点啦！今天那个啊，吐司喵隆重宣布啊，他心得写太多了，他今天绝对不会犯错，他犯错的话直接黑名单，赌上他的名誉。哦哦，我们就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么厉害啊！今天好不好？麦快狼人杀也更新到 1.19 的版本了。太猛啦，所以 1.19 都可以玩。那他也有新的职业啊，只是我刚看一下他的指令包好像没有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再玩。我们先来玩玩这一张，我看到一个很酷的红色，红色就是那种红色学校的地图，红色像有点那种鬼屋的感觉哦。我觉得像被拍了的城堡，哎，对，有点像那种城堡的感觉。我看起来比较像绿豆糕，好吵。我就跟你买绿豆糕长这样。他没有长这样，只搞对，我看到像稿纸。啊，那这个我有稍微限制了一点点而已啦。它主要是一楼跟二楼都可以跑，啊，往三楼的路我都挡住了。好，对啊，如果你还能够找到的话，那就不要上去。上去的话会怎么办？嗯，啊，就是 Bobo 会跟上去的人跟 Bobo 会离开而已啊。嗯，直接 get out。哎，对 ，You go white girl 啊！我的天，哇，这个可以来试试看。有我的局，那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只有正门跟后门啊？对，喜欢从后面。就如果是要到外面的话，嗯。正门跟后门，然后它已经有可以设定了，就是第五天会自动发光，第五天白天，哦，好不好？对，不用再自己在那边瞧来瞧去啦。嗯，谁啦？那我们看看哦，等一下哦，调整个好，有女巫就不能有猎啦。嗯，好，太强了，我们两狼预言家两个，还有一个职业可以两个，怎么还是有村民，可怜啊。那就绝选中的村民，绝有点怕，绝可以晚一点啊，好晚一点，嗯，人鱼可以再来啊，多多唱歌啊，职业好人。哎呦，那多一个，多一个，这样子有11两个狼，一个黑狼王。那我们好人呢，是预言家有两个，那女巫也有，忍者、人鱼两个，守卫一个，还有一个怨灵，这样子 OK 哇？好，没问题。所以那个女巫的毒很重要啊。啊，毒药解药拿着要看好啊，你不要拿解药去弄狼人啊，那就应该都黑名单啦，啊，开黑，那个如果那样子啊，不是吐司喵的就要去找吐司喵学习怎么写心得了。吐司喵的心得只有我很抱歉，首先这个字我很抱歉吧。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优化的。嗯，对，还没铺路，还没铺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等。那就来咯，好吧，三二一，会不会有 bug？ 没事，没事、啊，自己可以进这个房间，自己找找看看有没有好地方，好好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！这个就是之后巧克力要买给我们的。没有啦，你我开你又关了。我想机关那个是自动门吗？自动门，没有，这看起来像古堡啊，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科技。我想说，我开一个门它就关了。说不定你等下推了一个那个书柜，它就会哎呦哎呦。好，感觉好多门哦，能躲的地方不多哎，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躲的感觉，但是有一二楼可以绕，对，有一二楼可以绕，尽量绕，尽量绕，对。
自己跑啊。完了完了，我们都觉得是要在这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跟小雨岛就是 BOB 哦，出事喽 ，BBQ 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，哎，那个 BOB 真的来了，哎，我加速，太快了吧，快了吧，超快了，他被毒杀了，阿巧狼是有点恐怖啊！哇，没什么好躲哎、欸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哦，好不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结束就知道了，结束就知道了。No， 这里什么地方可以躲哎、欸？完蛋了！太梦娜，完了，芭比 Q 了，完了。哎呀，还是被剁了。等一下，我没什么功能。你干嘛跟我拍？我没有看到你呀、啊。我在房子内。哦，我隔着一扇窗。话说你跟我嗨，你就死了。别人以为我是狼吧？哎呦！房子里面，我跟团团都在外面，我跟团团不是。哦，所以外面是那个，哎、欸，那土司喵是什么啊？哦、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那个完了，讲不出来，你还拿什么？他讲不出来，你还不赶快支持他，给他勇气，团团，给他勇气。等一下，女巫，不是，那女巫有孩子，女巫还活着，女巫还活着啊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啊？因为我刚才撒了巧克力，我怕心疼。那我们就直接只能要来跳过了，怎么办？ BOB 是狼啦，怪怪的。BOB 不是吗？这样不行耶，应该是塔莎杰克的。BOB 狼啦，可是他这样也没毒了啊，他干嘛这样？我没有没毒。BOB 没毒哦，BOB 没毒哦，大家自己小心哦。阿波，他的好姐妹小雨都这样讲了，BOB 肯定没毒的哦。等一下，姐妹知道我这个也太隐私了。哦，恐怖哎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那个土司喵跟 BOB 啦，哎呀，怎么可能、啊？我可是刚才见了巧克力耶，完了，芭比 Q 了，完了，位置不好，完了，没事啊，场上还有五位玩家啊，人很多的啊。真的耶，还有五位吗？人好多、哦，好多的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翁娜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这个房子真的很难跑，蚂蚁跑啊！有了，哎、欸，蚂蚁你在哪？我是觉得蚂蚁是哪？蚂蚁。看来我跟那个蚂蚁在一起都没有怎样哎、欸。看来我们可以开启三楼啦。可以耶，我是六号人。怎么样？你不要偷打蚂蚁，蚂蚁是好人哎、欸。蚂蚁是好人，不是好人。我刚跟他在一起都没事呢、欸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真的。对啊 ，BOB 你这样子，反正他们好狼哦。你虽然没毒，可是。虽然没毒。等一下有炸气丝哦！要干嘛？有事吗？我觉得阿波没有、啊、没有炸气丝啊，没有炸气丝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票阿波，你进来，走啦！票阿波了啦，票阿波了啦！先跳，输啊！土司喵被众人处决了。啊、小雨在哪里？怎么办？这是玩什么？不是我们去找其他人哦。哦。场上是剩三个，我只是在拆除作业。下，我差点就魔术了耶、欸！可不可以跳过晚上？那你是不是没事、啊、没有跳过晚上也太过分了？跳过晚上啊！如果你倒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跳过了，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干嘛的？试一下。刀他啦！刀他了啦！刀他了啦！他刀你耶！他刀你耶！刀没毒了！他刀你耶！你赶快刀回去啊！哎、欸，那我举枪你。好扯，好扯！我举到蚂蚁了，为什么？我举到蚂蚁啊！啊！你刀你，你就把他刀。哎，那你就把他刀了，那你就把他刀了。刀了，刀了，是不是？哎哎，你注意啦！你怎么举的？你是举到蚂
对啊，你刚好举到吧？哇，好猛哦 ！biu biu， 哇，女巫阿汪，阿汪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阿汪，解心得，我，哎，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，你怎样抱歉？你蹲蹲一下，看不到你。我刚真的前面有一个狼哎、欸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乱点了。我怎么知道点到的是你？怪我啦！我在逃命，我后面那个狼在追我，追着追着，我想说奇怪，我没有被打的感觉，我怎么飞起来了？我超级困惑，我还想说怎么了？我在看着狼，然后我想说啊，就我是转角看到狼，然后我就随便乱点一通了。我快吐血！身上。我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丢出去了，开始讲喽。好好瞄准好不好？你这跟土司喵有什么两样？没有，我要澄清，我这个真的是转角撞到，我是吓死了。没错，我在楼梯蹲他。啊，你读错就是不对，你还没有道歉，而且你看你读错，然后你还有一点点说的时间。有没有那时候波波还说啊，巧克力是被吃狼，要被毒死、啊？你还不反向他？他说的时候我已经死了，我的心好痛了。我已经跟一只海参一样，直接吓死了。海参，你内脏有吐出来吗？今天不是吐司喵要写心得，是阿汪啊。抱歉，阿汪的心得，好爽、啊。我解释的超苍白的，我还想说，听的时候土司喵解释，哈哈，你这是女巫吗？我就已经在准备打指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差点要打下去了，还好还好，有看清楚，嗯，有啊，那这个地图我们就开放三楼，然后呢，猎人也来喽。好，那预言家就没有见习的啦，不需要见习的啦，所以唯一两个职业的就只有人鱼唱歌，好，那就再来试试看，哦，他那个二楼有个钢琴，千万不要进去，进去出不来。你卡在钢琴里了，让他死亡钢琴，死亡钢琴啊！我跑到卧房来了。哎呀，哦，你说这个钢琴，楼梯这里，楼梯这里，可以分享。我连高歌一曲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是我是几条鱼啊？东港黑尾鱼。啊，不是啊，开放三楼，大家都来三楼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先看一下，哪里可以上三楼？看到了，好像哪里可以上山，上山才要。但是上三楼就和这字可以上顶楼了，可以去屋顶的，可以上屋顶。但是狼人的速度更快，所以还是很可怕了。没有比较好，楼上很多人啊，对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彪彪是狼，彪彪是狼。好丑，人鱼啦！我就说我东港黑尾鱼啊你。他说他是人鱼。我现在丢一下这个。哦，碎哦碎哦碎哦！请你加速，可以可以。应该棒棒。啊？没有别的人鱼吗？我们难道真的团是什么？啊？你是什么团很奇怪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你在吓他？啊了！他变身了，团真的是团真的是。团四，完了，我怎么救你？我可以隔长枪吗？哎，波波也真的是好的，好不好？我应验了，团四狼，团四狼，波波是好人，再见了。你是要呛他什么？你要呛什么啦？这么呛，芥末。不行哎，我的天哪，木纳是好人，团四狼，哇，你们的水瓶座互相伤害了，我的天哪。他已经被刀了，你在说狼？不是，听得爆高血。你是什么狼？你是什么狼？什么狼？什么狼？我最纯粹狼。你像蜜狼。我最纯粹了，我很纯粹。拍狼。拍狼。你是什么？土司喵是什么？我是守卫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人鱼啊。有守卫吗？有守卫吗？有守卫吗？有吧。有守卫，有守卫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。哎，我是好。还有其他守卫吗？这个意思、是好粗狼哎、欸！哎呦，梦难团团，快报位，守卫，守卫，我是女巫，她在二楼，是女巫的吗？她在图书馆，
图书馆好，可是我不太知道路怎么走，我不知道路在哪里。图书馆，完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孟娜跟团团对决，我猎人啦，我要死了，完了，哇，